另外三位玩家的手牌，永红的牌还不错。蛋糕哥的手牌也不错，三六饼的孤张，三万九饼的孤张，一万的孤张，另外的牌连接性还不错。这边一万的话，庆忠哥会选择先碰下来。这边四饼先打掉，三四五饼七饼，对，已经成型了，保留了二四六六万。三四条、七八条搭子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看青松哥的选择。九饼永红碰了起来，永红也持续的前进。七饼打出去，青松哥碰，拆二万吗？这个二万拆掉的话，要来到了一进厅了。永红也两搭落地，爆搭。二条蛋糕哥的进牌，八万三饼选一只。红中摸进来会先打四万保留红中吗？好，先打四万。威廉的六条四归一，我四归一的话，对金钟哥来说是有影响的，因为他需要的叫六九条。五饼进来，蛋糕哥还是爆搭，打五饼，四万，继续打。所有玩家还没有听牌，永红是一进厅。连三的庆忠哥分数已经来到了四万七千分之多，后面摸看看有没有听牌的机会。二饼没有，庆忠哥五饼先打还是二饼打出去？五饼因为我们的蛋糕哥打过了。非常刺激的一把牌，连三的庆忠哥，永红跟蛋糕哥的一进厅，看可以谁先率先听牌。七条还是没听牌，但先打了八饼，八饼威廉碰起来。八饼威廉碰起来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应该也是一进厅哦，两进厅。这把反而是庆忠哥机会还是蛮好的。蛋糕哥打出了五万，让牌动一下，让自己手牌动一下。红中这边打红中吗？九条进来摸起来了，打了红中。哇，这边的蛋糕哥吃下来这一张，让六条没有的庆忠哥摸到了九条，二五条的听牌。反而是一个最好的状况来了。连三的庆忠哥，一万可以杠，杠上，杠上南风。哇，连换两张啊，换一下九条，换一下三饼，但是打的还是南风。二五条听牌对庆忠哥来说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状况。五条目前还有一张，二条还有三张。自摸庆忠哥连三自摸，庆忠哥连三自摸，远走高飞啦！
难怪里面要调空调，青中哥的手太烫了。这个自摸对另外三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哇，这把非常的大把，这第二将的东风东打不完了。每个人要付出2800分的积分啊。